这个缘起的时候，我们以前办的都是属于专比较这个国小专业性的哦。那这次办了这个全国哦儿童这个体操哦，也是希望说，第一个它可以推广出去，那再来也可以启发儿童对这个体操的兴趣，那也可以接轨到我们这个国小组。那也是很高兴这次出席了700多个选手也办得非常成功。我们是先让小朋友喜欢运动为主，那当然体操的项目是非常的多元化，那就是说我们的设计课程是比较灵活，比较不会受到竞技运动的限制，所以我们的课程内容是很丰富，让小朋友先喜欢运动，安全的运动，慢慢发掘他的天赋，之后他可能有机会再到那个竞技的那个体操的殿堂。